天鼠根本就是个骗局。因为民众总是需要某种信仰，才有活下去的动力。真相这么容易就能揭开吗？只要有办法，想起更多。那从他的视角，一定有新线索。事关多方，岛上浩劫是禁忌。你就想探探你的底，来得巧，倒省得我再找机会。他们怎么会到司亮岛？传人和司亮岛链接的这条通路，是不是有切断？既然如此，咱们就一起往下查。我不能再等了。人都到齐了吧？您拿着。谢谢你。上仙，一颗果子只能换一把菜。你是？您终于认出我了！要不是您出手，我就没命和家人团聚了。所以，是您应得的。哎，来来来，快过来磕我谢恩公！恩公受我们一拜，我们一拜。起来吧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这。那你帮我看看这本书上写的什么？怎么了？这，玲珑，你是不是又偷我书了？这书是如何到灵虚手里的？萧公子，可以还给我了吗？能否请灵犀小姐帮个忙？有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得请屠姑娘过来一起商议。这本书是我的。商家是邪魔，我们被他们骗了。不要！对不起。母亲，商家三个人当年都死了。你乃商家余孽，束手就擒吧。爹娘的死因，我必须查。天数将至，确实不能留隐患在岛上了。这是我家老爷子的意思。程爷爷和荣姨今天来我家议事，我去送吧。你歇着。竟然有本事摸进岩洞，该不会发现里面藏的秘密了吧？程卓究竟想在望神节做什么？难道这次的耗材是岛民？你想让谁去救你？两个配合不好对付，我引开一个。不管引开的是谁，这小子不能放过。